顶脏。一换刃嘛，就是觉得那个速度太快，换多了，就是压的多了就停下来就跌倒。刚晒有晒到头吗？最近这个地方水分特别足，所以它试了以后就更滑不动的感觉，所以你要一次一次适应它那个试滑程度，要想好你要做什么，然后要快的或者是多换几次刃的就会在脑子里面过一遍。就是那种游乐场的那种，或者那种机器投篮球，就加了一个弹床，可能稳定性需要更高一些。那个东西哦，其实我很擅长的，那怎么就进不去呢？哎呀！一、二、三，走！上山的沙子会陷下去，然后摩擦力也特别少，急行还可以，要不然你转弯就会滑，失去重心，你给动力它还是会很难，所以很容易翻。好，前沙不要太重，好像很容易打滑的感觉。打滑的话，它其实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有坡度的话，其实不要靠到高度上，不要。就尽量的还是平的直线跑的，直线跑会好一点。你掌握了那个技巧，在平地还是蛮好玩的。在那个尤其是你控制好以后，你可以站起来，那个控制那个稳定性更高。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我马上要进入这个单人部落，进去里面就不能说话。就是你懂的，我一开始没搞清楚，我也发出声音就要被罚。应该有一些人是比较适合不要太多计划，有段时间可以休息一下。我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，但是我是应该是从我妈的肚子里面，我就应该会打麻将，可能怀着我的时候就已经在麻将桌了。我是中间进去的嘛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打了什么牌，打了什么牌我就知道他们里面可能是什么逆时针还是顺时针。原来哦这么会跳舞哦，就是一组起来马上就很有样子，很有腔调的感觉。当然了，这主要还是其他几位伙伴们他们的还是能融合在一起的，异国风情的那种调调，然后再加上米提姐姐她那个符合那个音乐的舞蹈，哦，漂亮！手在动，球悬在半空的感觉，得要让球是固定上，要走也不动。有一些是之前一起骑过青海湖的，有一些是新认识，运动中。认识朋友是最好的一个认识，那哪怕你很害怕社交，但是你可以在运动当中感觉对方，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比较舒服一点，也比较自然一点。